本来的名字叫做康生安，亲人没有了，一个都没有了。来，试一下。把扣子系上。怎么样？我觉得应该肯定会很帅。是吗？嗯。来来来，是不是我儿子是最帅的？咱们今天啊，就穿这身衣服去上学，好不好？好。母亲忍了他三年，直到那一次，再也忍不下去了。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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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恩言，出来了。怎么样，买衣服？你老婆不错嘛，下次记得找我啊。是不是？你看，也他会突然回来，在你生日的时候再给你煮一碗长寿面。不，如果他还活着，我希望他忘了我，忘了父亲带给他的伤痛。只要他平安幸福就够了。